谢谢。李哥，更重要的是呢，现在呢，他也要积极的准备啊，他的演唱会，还有呢，就是年假的全会，在当中呢，会有六天七场，请各位媒体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让全台湾各地的人呢，无论在哪里买不到演唱会的票没关系，都可以来支持，都可以近距离的。好，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谢谢。好，对，两个二号，代表第四张，对，好，谢谢。我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叫做《I'm Beat to the Devil Eye》，也要强调我的，其实每一张专辑，要带给大家一个我自己。这个人的个性也好，或者是在创作或者是唱歌方面各方面的展现自己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到现在很多朋友们还不太确定知道我的名字，就是有的朋友们可能念成 BILL 这样 Bill， 或者是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念。但是用这张专辑，借由这张专辑，希望大家可以更认识我这个毕书尽。对，刚刚我讲说会展现自己嘛，然后现在主打歌又是快歌，就是一直说自己有变活泼了嘛，出道到现在。有变活泼一点吧，我觉得现在包袱也比较少了，然后自己要求的地方比较不一样了。我觉得以前可能也真的很爱漂亮，或者是在镜头上，或者是见到大家的时候，要展现出一个完美的样子。但我觉得现在其实聊天跟我的粉丝家人们聊天当中，会发现其实自然一点，然后更像朋友，或者是像哥哥，更像家人一样的对待，我觉得是比较对我自己来说比较轻松一点。对，跳舞那有变得比较厉害了吗？看我 MV， 大家应该觉得还可以吧？自己觉得呢？自己当然觉得有在多一点的进步空间，然后我也会给自己一些当然是压力也好，或者是鼓励自己也好，就是在这方面更努力，再给大家看进步的样子。当歌手应该不是问题。不算是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因为这张专辑一样，我觉得展现一个快歌也可以，跳舞也可以，唱抒情歌也可以，唱可爱的歌也可以的一个，想要当一个国民歌手。那写词，这次写了六个创作歌曲吗？对。那写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实，中文用的字其实还是比较少。三八这首歌曲也是我自己的创作，然后词也是我自己填的。其实我跟我的制作人在那天是在沙发上，然后刚好真的很热，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歌名，我就跟制作人说这首歌叫三八，然后写下去一个比较私底下的我，就是我在家无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想朋友，但却找不到朋友，然后天气又这么热，我觉得在家吹冷气又头就不舒服，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干嘛，所以我在家里一直疯狂的来走来走去的那种画面。对，就把自己的私底下的样子写出来。对对对对。今天很特别，有很多好朋友来站台。是，对，雅燕姐还有瑞奇姐还有雨安来到现场祝福我这次的发片跟演唱会顺利。那我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三位今天特别抽空来我的发片记者会，我也一定会报答给我们爱上歌们的剧组每一个人，希望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演唱会，或者下一部戏如果可以一起合作的话，多多好好相处这样。但很特别，刚刚瑞琪姐叫你弟弟，所以是他们给你的那个吗？昵称吗？其实大家叫我绰号嘛，就是 BB， 对，每个人都叫我 BB。剧组所有人都叫你。对对，剧组的所有的人，导演也是。哎 ，BB 过来这样。其实这样念起来蛮可爱的。我觉得很亲切啊，这样叫真的很像家人，对啊，我很喜欢。会在健身吗？现在练的怎么样？
现在练得非常的自己有在满意当中，然后要抽空去多多练习，对，多多再健身。我想要其实更结实，然后希望比现在再大一点的肌肉。有想要练出几块肌吗？就是现在目标是对六块目。腹肌。想要练哪边吗？你说集中练哪里吗？胸部还有shoulder 肩膀，然后腹肌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也在练腿。对。因为我练了，以后都应该展现出来吧？就觉得今天好像差点。其实都说外面38度，对，现在很热。对，那下次吧。应该会可以的，演唱会会。应该可以吧？我觉得应该可以。对。给你的粉丝们、家人们看掉。因为毕竟大家也等了6年，对，其实我也想要展现出一些自己的进步。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